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传说对决幻影激斗模式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复制人大战，就是一大堆都是复制人哦，两边都是胖子。啊，前期我们还是比较能耗到他的血量。大象来了，大象水波流，要冲了是不是？哇，被吸住了。换人开，换人开，有，nice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哦，上面还有，上面还有，哇哇哇哇哇，放开我们家的大象，哦，三只小胖来了，三只小胖来了，我们只有两只大象，有点不妙，哎呦，加，哎，放开我们家的大象，啊，补血补血，我帮你补血了，哇哇哇哇哇。有点痛，有点痛，有点多只，这里的小胖有点多，怎么办？敌不过三只小胖，三只小胖有点多。好，我们现在的拆塔量还是有优势，拆的塔比较多。放开我们家的大象，不太吸耶。哦，应该我开大招，还是有点痛，还是会痛。别想跑，真的要跟我们两个单挑哎。可是我们还是被打了半条血左右。这只胖子集合，好像有点难打。可是我们也有三四只大象来了。哇，那全部被抓进去了。哇，胖子全部在吸。哇，一大堆胖子在吸。我来帮忙，全部的领域都开起来。哇，好混乱哦。揍他！哇哇，有小危险。我该退了，还行吗？我们各死一只哎、欸，哦，是他们蓝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血那么少，血那么少，你还敢来？啊，有点惨，哎、欸，怎么又一只胖子来啦？快走快走快走，先走，往后拉往后拉往后拉，单只。哎、欸，帮补帮补，帮补、欸、你们的血。哦，有点，打死一只。哎、欸，拉不到。好，OK，还行。还好我有吸血，这个吸血真的有用有用。没错，上路完全边缘。哎呦，上路完全边缘的。哦，这边落单了，这个落单就可以揍他。落单还想跑？哦，来了，开大，大招领域哦，一大堆开轰喽，一大堆胖子攻击，打得赢吗？怎么好像有点痛？小痛，那个爆炸会痛，那个爆炸。哎，小心点。好，哎，哦，我们都死那么大。一群混战中，我们居然输了！哦，太靠近了！开大！自己注意血量，有治愈赶快放，注意血量，然后离开爆炸圈，爆炸会痛。以中围殴，剩一只的。OK，Good，推。哦，我有大招了！危险就开大，危险就开大，开大，治愈，不行，治愈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我、哦、有小痛，有点痛。别想跑哦！没血量哦！在吸谁啊？在吸谁？撞他！这个塔怎么还待那么久？哎，血量！OK，
好难打哦。但是塔差不多了，再来一个几波 ，buff 吃一吃，再来一个几波，我来边拖一下，实在发呆了。哦，三号全破 ，nice。这边已经失去人生意义了吗？在发呆了。OK， 凯撒 ，Go， 凯撒大象，中间推进去吧。超级兵，哦，这个兵超猛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有上路跟中路的兵一起进去。兵超大只哎，这应该不会被抓到吧？还是要小心无塔的伤害哦，别死哦！塔在打我，记得补血治愈。哦，超混乱！哦，塔好痛，塔好痛！小心塔，小心塔！哎，解决哇，解决啦！好好挤的一场战斗哦，超挤！厉害厉害，意外的还蛮刺激的哎，这两边还蛮势力相当的，真是全部都吃输，魔宫后面都买输了。